没有，好久不见你啊，几年到现在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来，请。市长，那个昨天我们有讲到说，选总统到底要不要选？然后您说了一句 "To be or not to be"， 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个，这是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里面一段话，就是呢。这个哈姆雷特这个王子呢遇到了一个挣扎的时候，他就讲了这段话，轰动全世界。那这个没有什么，这是文学上作品的一段很重要的一句话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 这是跟记者在聊天，记者私底下在问你选不选，我跟他开玩笑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 我就走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嘿，是蛮犹豫的吗？没有犹豫啊，一点都没犹豫。我现在拼高雄的经济，我的压力才大。你们看我每天在拼，嘿。之前呢，有说到那个有区公所的科长啊，有性骚扰的问题，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处分？是不是跟我们大家说一下？好像现在先调离非主管职务，但是我们近代可能会进一步的，可能会进一步的处分。哎，哪方？如果我们，这可能移送法办呢、啊，这可能撤销公职啊，这怎么能够当公务员呢？怎么能当主管呢？性骚扰三个对象哎，而且用职务之便，这是怎么能原谅的呢？这不是光调职就可以没事的，这个此风不可长啊！怎么可以用职务之便去性骚扰自己的女部属呢？而且居然高达好几三位，而且好多年，这个怎么有资格做公务员呢？所以我们一定从严处分。哎，好像从前朝就开始，然后到您的任内他才改处。从我就职之后，所作所为我自己一切负所有的责任。之前我一直再三讲，我不追究。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容忍这些乱七八糟的行为，也借这个机会跟所有我们公职人员的人共同勉励，大家好好的做。现在的市政府一切是在往前冲的时候，并没有回头看那些不愉快的不同政党的，啊，或者是不是自己派系的人等等，我们都不来这一套的，我们就是往前冲。但是有些积习恶劣的行为，这个基本上。大家都无法忍受的恶劣行为，我不会容忍的。而且我一旦办了，就是非常重，下手是非常重。我再三呼吁，1%的除弊，99%的心力，并不是代表容忍一切罪恶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是先调职，进一步调查研究，必要时会送法办。您即将出访啊，那228柯文哲说要来高雄拜会您，那这样子您不在要怎么处理啊？行程配不起来啊，那没办法。好，柯P他自比为雍正，您好像蛮认同的哈。我没有说他，我没有说他好或不好，我自己说韦小宝，我喜欢嘻嘻哈哈快乐的人生啊，我希望高雄是充满着快乐。那之前对张丽敏女士是不是有一点抱歉？因为她来助选的时候没有上台，所以您有答应她说，您上任之后一个月要把她赶回来。不是，我们对这些来帮忙的人。我们都心存感谢了，过两天还会有一个超级巨星来，但是外面时常批判我们，批判我们什么呢？好像高雄市政府怎么老是找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啦，啊，过气的啦。我觉得这些批判是大错特错，所有的观光代言，增加我们高雄观光，那个所有的这些，增加我们这个能见度的这些好朋友来，我们都心存感谢。而且观光客人是不同年龄群的，你说张丽敏小姐，她以前是红得不得了。现在稍微年纪大一点点，但她有她还喜欢她的一群，白冰冰小姐更不用再说了，好多人喜欢她，中国大陆的福建省，还有整个东南亚。那我们请了这些观光局，在很认真努力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多给我们点鼓励。张丽敏小姐也是一样，有些人就酸言酸语，我觉得没有意义。所以这次请张丽敏小姐来，也很感谢她。我们冈山之眼获得空前的这个参观的人潮，这些人我们都心存感谢，好不好？不然那个超级巨星大戏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现在先不宣布。是台湾的。都有。他以前他三期的，好不好？过几天会有。手上的红线是要做什么的、啊？保佑平安，凡是跟我讲话都可以保佑平安，你多讲，好吧？那个吴敦义说啊，就是要选总统的话，就是全党都要投票，但是那个陈立伟、陈大清就不能说不要再努力。这个我都没意见，好不好？他们自己去弄，好吧？蔡英文跟苏贞昌对着重炮批评你，那位，我们再找时间再来讲，好不好？那大哥，就是除了那个性骚扰啊，是不是连收贿也要来重惩？当然要重惩了，我们高雄公务员没有办法做民众的表率。如果整个市政府变成阻碍高雄市的进步，啊，这种市政府谁能忍受？现在高雄市政府要带头冲，不要各行各业都在往前冲的时候，政府呢慢半拍，或者一些作风不好，那怎么行呢？
我们2019年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高雄要往前冲了，一片欣欣向荣了，市政府也要率先的往前冲，所以这些收贿也好啊，怠惰也好啊，刁难也好啊，找人家麻烦也好等等，这些风气一定要改，只有这个改，高雄的未来才会更棒更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台中的善心人士是谁？他总共捐了多少钱？不讲名字，他真的非常，因为他是台中，他过去行善很少到高雄，看到我们高雄市的改变，他很感动，所以他会一连串在物质上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心存感谢。到时候具体的数字也好，品相，我们再来宣布。但是我们不要讲这人的名字，好吧？什么背景啊？什么企业？就是企业家，就是企业家。到时候，他已经开，先不要讲名字。都有，也有开工厂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啊，他超级巨星呢，大概年纪几岁啊？要公布，你比你年轻。